朋友们，这是我们四五月份扦插的一颗嫁接，一颗三木香啊，玫瑰，月季玫瑰中啊，是扦插的无根中啊。秋天的时间啊，我们这个夏天有稍微修剪了一下，秋天的时候这里还来了一朵花啊。喜欢树中月季，可以到直播间来选购一颗啊。什么时候都可以嫁接啊，这是刚刚嫁接的啊，秋天嫁接的，一样的也有十几天了啊，已经来芽了啊，已经在来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边已经来芽了，这边这个芽子也长得非常好啊，喜欢这种啊高杆的树中月季，坨坨的高杆的多枝多杆的啊，嫁接多色的都可以啊，直播间来选购一颗。等你们哦，扦插也可以。